How about you, Ted? Ted, 你呢？ How about you, Ted? 你呢 ，Ted？ 这个 How about 这个短语的用法是，前面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内容，他后边问的就是另一个人的什么内容。啊，比如说玛丽八岁了 ，Mary is 8 years old. 你呢 ？How about you？ 啊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几岁了？啊，问的是你几岁了？啊，前面说的是玛丽八岁了 ，How about you？ 就是问你几岁了？啊，我们再比如说 ，This book is Mary's.How about the notebook? 啊，这本书是玛丽的。啊，这个笔记本呢？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笔记本是谁的？啊，前面说的是这本书是玛丽的。那么 ，How about the notebook? 问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是谁的呢？